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一大早来到那个高铁站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白同学今天有一个秘密行程，要到那个南港那边去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跟白同学去看看哦，走。过来啦，白同学是坐那个自由座，哦，上来啦。白同学现在是在那个嘉义这边，就这样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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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到南港，车子进来啦，哦，真水呢，惊到。白同学进来了，自由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就是随意坐嘛，起蹦啊起蹦啊。这次的那个秘密行程，同学一定很好奇。核桃面包，干哪赞的？那些热量那就管的。你看，这个掉的也是要吃。哦。南港站到了，好，下车了。现在的时间记一下，12点多下楼了，出来啦。好笑嘞，白龙雪刚刚未出咧旅行嘞，我这老对走力超咧冒险，一定足刺激的哦。哎呀，我边带一个七大安尼，一定做主席的哦。来，这个真正要出来啊，出来爱付钱。我会记啊，伫边对面啊。他那边走过去就是那个，迄个南港线捷运站。诶、欸，恐龙真水呢！真系阮小恩来遮翕一张，足开心的。讲哔哔，恐龙了，惊到！龙雪窜呢，白龙雪预计2点半要到那个目的地，啊，赶快先卖关子。这么来粉丝熊出来讲，白龙雪吼，我一定会知。哦，南港捷运站到了，要进去啦！哎，记得要进去的时阵哦，嘛是要先付钱。哦，白龙雪城的转播呼吸的声，啊啊！来看这个广告，安怎样知？安尼哦，充电的啊！我助理唔好看哦。真卡人进来了，到那个南港捷运站，我要先到那个南港展览馆，然后到文湖线转到那个芦洲站，芦洲站刚才是馆长呀，惊到。好，南港，这顺便要泡我的国外的粉丝看，有空来台湾走走不错，哎呀，我们台湾的捷运真的非常方便，哎呀，而且又安全。那是白龙雪的尴尬，哎呀，好，进去啦。我伫遮咧拍这肉片啊，可能啦，怎啊？真卡来的，真卡来又怎样？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叫咩话做事？从前只小白兔安怎？伫高铁过，哎，怎会伫捷运站过咧话做事？哦，然后我这个一站就到这边就要转车啦。哦，出来啦，出来记得付钱。线进来了，他这个刚刚是终点站，白龙雪不知道，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啊。哦，白龙雪在这里，然后要去那个罗州，哦，想要到去罗州啊，转车要转那么远，哇！哦，伊等我咧卡埔呢，这应该是南港展览馆的家啦。这应该是南港展览馆，哦，都爱等我卡埔了，惊到。很久没有来台北了，感觉因为台北看的是感觉袂歹啊，那么台北也有这个老旧的房子，我都以为台北只有高楼大厦呢，惊到。然后那种老旧房子住还好，那个感觉。芦洲站到了，吼、哦，白龙雪赶快各位出来啦，哦，离那个秘密行程的拍八片啊的基地越来越近啦，白龙雪惊，惊兰州。芦洲站出来了，我要找一下我的那个目的地。白龙雪这么东西南北搞不清楚，我都要跟来卫星定位一下。我这么老粉丝来给他活捉，给他斩了瓦后哎，
拖鞋啊，已经找到那个目的地了。哦，真刺激嘞！来啦，叫做对。75巷24弄，搁内底巷啊底，人讲内巷的爱伫巷啊来。奇怪，走进巷啊底之后，发现那个公司在那边呢，惊到。哦，白龙雪惊惊，不然在咧公司这个所在，唔知到底要创啊？白龙雪，惊到。哦、我等了，还要等你好久哎、欸，等你很久，赶快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，要来信不信啊？惊啊，秘密的接你啊！五号摄影棚，哦，进来了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白同学，你怎么在这？惊到，这么爱打，你们讲我是多少？你们怎样？我都有看你的片子啊，我怕我讲你的骂哦，我骂逼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两个要一起演那个骂逼啊，因为。白龙雪刚来，貌似白龙雪紧张，这叫小白兔，先来家演一下拖鞋啊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等一下就麻烦艾达看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、啊，谢谢白龙雪，感谢，人真好。哎呦，我真好酸哦，阿妹去你堆心事啊？哦，这内底哦，哦，内行伫咧，迄个在暗景啊内底哦。这边都可以休息啊！我这里梳化呀。对啊，等一下，请那边会有人帮你梳化。我好、哦，谢谢。哦，怎么称呼啊？我五月，叫五月。哦，五月，这个兄弟，你唔知好啊，想你，你唔知啊。我等你给他通知，等我过来。无问题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啦。我当底下偷看人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有，那我先去熟悉一下吧。因为白羊雪第一次就要给他们啦、啊。我来讲，答案揭晓了。梦想街57号，我惊到我。我让粉丝记得来把这个白龙雪播放那个桥段把它灌爆，白龙雪超有下一集，弄口令啊！嗯，好了、哦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要上工了。然后白龙雪签到之后，就在这里等着梳化。白龙雪刚刚这个大招，然后 set 掉之后，哇，我靠，什么？刚刚本韩国欧巴，我台湾的欧巴丢，然后等一下要上镜，因为白龙雪讲话的尺度要收敛一下，白龙雪就紧张哎，你不给我加油者？我装好帅！哈哈哈！这句我串同伊讲的，好了，白龙雪要上了，加油！然后等待过程当中，我知道粉丝一定要问什么东西。你男朋友在哪里搞救？你不要跟我说没有男朋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都办那白马节助理哦，我去那个百货公司下边的，我加这个其他了解哦，伊就讲哦，你女朋友问你老婆很漂亮，我都该聊一下，一定要收录这一段。我老问莫克扎研究，有的女生哦长得很正，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追那个美魔杰卓一样，很正。然后旁边那个猴形，那个猴形帽一张，结果我这个就第一天去，第二天就把它咬下去了。这位也是哦，目前怎样单身还是怎样？啊，这其实我很多身旁的女生朋友，一旦谈恋爱，他们就不会出来跟大家玩。出来？哎，不是这种出来。那个男生出来要收收的、哦、不是那个出来，然后住我自己。可是一般男生的朋友啊，就是我身旁男性的朋友，就算交了女朋友或者是有老婆啊，他们还是会愿意晚上出来的时候跟大家唱歌啊，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除了跟我女朋友在上节目的时候，我会叫她讲话，安尼讲到完全安尼面红耳赤，我今天都有点惊掉。没有，他真的这一位真的很健谈，所以我就开始收入来，我把龙雪 DIY 来给骂屁啊，分享龙雪。我就讲，哎，我也记得哦，你也看伊生做水，你莫就想讲啊，迄条白啊，你也拍迄条对啊，你听白龙雪的，阿包也包我。然后如果说那种看袂歹啊，你你夹人那种，我那个反而哦，男朋友一堆，大概就这样。好了，很高兴。等待的时候来帮白同学输液啊，白同学就紧张呢。白同学加油哦，要记得订阅频道哦。对对对，惊到，讲一个惊到咧。哦，来帮这阿兄这个门诊，请来梦想街57号。哎、欸，庞德哥，你是白同学吗？哈，白同学，我真正惊到，阿兄你当心真好见。我有看你的影片哦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大概讲过，没关系。
你知道我在家里一直想你。不不，看到你我就爱讲台语安尼。我见了 OK， 这样比较有 feel。你怎知道我规个心拢一挂那恁大伟？我们在当时要躲到180，好像定170几应该有。真的，你的意思是这身高？对啊，我们站起来一下好了。对。他白同学有那么高哦？有啦，影片里面怎么不觉得你有那么高、啊？因为我还没有登大啦。哇，很开心呢！来来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握个手。等一下，我都有在偷看你的影片。大哥，那个、嗯，等一下，我们两个要一起合体拍那个霸屏啊！真的哦？对、啊，你说霸屏啊？霸屏啊，应该要找罗拉吧？怎么会找我嘞？庞德哥，霸屏啊，我跳舞。想不到庞德哥本人那么健谈。我、哦、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完全的，你应该讲说，以为我是身高180，我这样我会爽一点这样。庞德哥，我之前呢、啊，小时候就开始收看你拍那个，我最常听到这样，什么叫小时候？没礼貌。我看你大伟都是一条小宝宝，他这样甩尾乱搞，你知？丢了丢了丢了！哎、欸，你有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还很小哈、哦。对，以后如果能够像我跟大伟这样很棒，父子玩同样的东西，我跟你讲哦，对不？很多粉丝都说，看有没有机会让白同学坐上那个庞德哥的车，然后我也是啊，你们家大伙这样摔，然后摔到我这样呕吐头出来，表示他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。好了，今天很高兴那个庞德哥，我们要录影之前这样先帮白同学舒压一下，要不然很紧张。你第一次上通告吗？我第一次就给你了。哦、是这样子，来来来，拍霸屏了，走走走。白同学，等一下就要坐到这个梦想街57号，这个椅子上面拍吧，对啊，我第一次就要给他了，非常紧张。你白同学哦，你公布的那个尺度要收敛一下，那个什么骚啦、他娘娘的啦，那个我都不能讲出来啦，所以他要把那个一些讲的话，把它转换成国语，哎呀、啊，国语。好了，等一下准备要上工了。好，好来，5、4、3、2，开始。Hello， 冠宁啊，你这啊，惊到，错、哦。我惊到。我惊到，我拄啊含阮冠宇哦，伫迄个台顶拍吧边啊拍了时，哇，真赞，你唔知影，都是呢。节目内容非常非常精彩，对对对，謝謝白同学。哎呀，我讲会记的，咱那个10万粉丝在这里，好啊，挺只白同学，把他灌爆，没有，把这个57的节目灌爆。白同学有没有下一集都肯定在干爹呢？对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白龙雪姐拖鞋啊，今仔日来往调教了，先刚就个鬼啊，给他送起来。好，那个关于谢谢你啦，谢谢、啊、大家按时收看哦。讲一届正拖鞋，讲一届。什么？正拖鞋啊，讲落。正拖鞋啊。正拖鞋啊，拜拜。正拖鞋啊，拜拜。就是原汁原味的意思、啊。哦，拜拜。